新闻一开始要带大家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。嘉义市长洪炳辉执政九年，今仔日举办感恩丰收幸福城镇记者会，由一级主管献上祝词，象征丰收幸福。洪炳辉任该中山女中时阵的学生，也带着囡仔到场，伫现场举办，表达祝贺甲支持。车祸瘫痪的女童寻寻，也对着妈妈做花献花，感谢市长妈妈一路的鼓励支持。现场热情依依，有不少来宾拢红了目眶。嘉义市长吴炳辉的城镇感恩记者会，由九九年的市政影片甲开始播，透过影片回顾九当来的点点滴滴，看到嘉义市一点一滴的成长和改变。市政顾问甘丽权以好朋友的身份和所有的来宾，分享伊所熟悉的市长吴炳辉如何打造市民幸福，展现温柔的特点。副市长李学丁、文化局长郝佳静也代表市府团队上台致辞，过程欢笑和目屎交织。记者会的亮点，由一级主管手提着象征丰收的册子，放入幸福满满的爱心篮子当中，最后由市长免费亲手来打上爱心，感谢所有市民的支持。如果说今天有什么不舍，唯一不舍的是我们很棒的团队跟要离开我们的同仁，但是我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一定要继续支持嘉义市政府，让市政府能够再带着大家继续往前走。我们很感谢，真的，我想我最爱的是我爱嘉义市，我爱嘉义市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对民会听堂跟支持，有你的鼓励，我相信在这里我们有更大的力量。市长吴炳辉的妈妈和翁婿也特别到现场献花，在了进前因为发生车祸致使着身躯无法度振动的查某囡仔寻寻，也和妈妈做伙到场献花，感谢市长妈妈一路的支持和鼓励。除了各界代表出席表达对着市长吴炳辉的感谢之外，市府同仁更徛满着一楼、二楼和三楼，表达对着市长的感谢和唔甘，为这员工敬上上挥手，表达祝福和感谢，现场热情洋溢，气氛感人。最新新闻，张玉平、王秀山、江一奇、蔡宏报道。